我们收到情报，兽人正在重整旗鼓，最近拘留营不断遭到攻击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没错，部落正在蠢蠢欲动，这太荒唐了，我们不会放任部落在我们的领土胡作非为。兽人不是我们现在的重点，要说几次才够。泰瑞纳斯国王，请您相信我，这股瘟疫已经笼罩了北方，接下来的影响会更可怕。瘟疫，你们这些巫师只会杞人忧天。我们换个角度来看，假设这场瘟疫对我们的确有危险，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就像我说过的，奇伦托已经准备好隔离这些村落。听着，在你提出明确证据之前，我不会下令隔离。大使，罗德隆的人民受尽折磨，不能在自己的家园还失去自由。早就不自由了，陛下。放肆的东西，你是什么人啊？人类面临重大的危机，黑暗之潮再度来袭，这个世界就要陷入战火了。够了，守卫，把这疯子拖出去。听我说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往西方走，前往被遗忘的大地卡雷斯。西方，你疯了吗？不要再说了，大使。我不认识你，也不知道你相信什么，但我们不需要满口胡言的预言者。目前的情势确实很紧张，但我们会自己决定怎么保护我们的同胞，不是你。现在给我滚。过去我曾经辜负了人类，但我不会再错了。如果你扛不起这责任，那我会找到有办法的人。我已经警告过了，就让他们自己面对命运吧。欢迎阿萨斯王子，你的到来是我们的荣幸。乌瑟，别这么拘谨，我还不是国王，见到你真好。很高兴泰瑞纳斯国王派你来协助我。父亲还是希望我能学学你的耐心与经验。当父亲的总是会有期待，对吧？情况是这样的，事后回报说，下个山脊里藏了一座兽人的营地。正如我所料，情况还会更糟。他们打算进攻斯坦恩布莱德附近的村庄。就我们所知，村庄没有任何防御能力。我得立刻进攻兽人基地。你能独立负责斯坦恩布莱德的防御工事吗？那当然，乌瑟，别担心我。好，等你守下村庄，就来兽人营地找我。阿萨斯，你千万要小心。那些强盗抢走了我的帐布，没有帐布，我的农场就完蛋了。拜托，去他们的营地，帮我把帐布拿回来，我们不能没有它。当然可以。
没问题。歹毒的恶棍，听起来不错。祈祷也没用。为了荣耀，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当然可以，为了荣耀。听起来不错，没问题。感谢你的帮忙，请收下这个东西。当然可以。听起来不错。圣光就是我的力量，没问题。救救我们！他要逃了，宰了他！可恶，他们开始攻击了。兄弟们，准备战斗！为了荣耀，没问题。当然可以。把这些家伙跟其他人一起带走，全部带走。听起来不错。为了荣耀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祝福你，阿萨斯王子。被绑走的其他人怎么办？孩子，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到他们，带他们安全回家。阿萨斯王子，乌瑟大人要你马上前往兽人营地。没时间松懈了，我们走吧。啊，来得正好，孩子。我派了两个最好的骑士去和兽人首领交涉，他们应该快回来了。该死，这些兽人根本不打算投降。那我们就去杀光那群怪物。阿萨斯，别忘了，我们是圣骑士，复仇不是我们应有的行为。如果我们被情绪影响，大开杀戒，我们就和兽人没什么两样。好的，乌瑟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要你带领这次的攻击行动。我？当然没问题。我在这边留守，确保没有凡人的东西来袭击营地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知道你不会的，孩子。没问题。是的，大人。什么？准备上钩。当然可以。听起来不错。升级。愚蠢的圣骑士，黑石氏族的术士早就预言了，恶魔很快就会从天而降。
烧毁这个可悲的世界。这种鬼话我早就听腻了，你们兽人永远学不到教训。居然是镜像，该死，那些混蛋去哪儿了？毁灭的时刻就要到了，就用这点小小的牺牲来取悦恶魔主人吧。你这个恶心的混账，你绝对逃不了。杀死兽人，杀光他们。孩子，你做得很好，这场仗赢得漂亮。这我不太确定，乌瑟。兽人把这名抓去献祭，我想他们打算召唤恶魔。保持信念，孩子，这些兽人只是想维持消失的传统。我们在很久之前就打倒那些恶魔了，我们回家吧，今天发生太多事了。你一定比国王更明理吧？末日就要来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对这种无稽之谈没兴趣。看来我在这里只是浪费时间。珍娜，你不用躲了，他走了。大法师，我不小心听到了，但是我一直以来看中的就是你好奇的天性，孩子。那个疯子坚持这个世界快要灭亡了。我听说有瘟疫在整个北方蔓延，你真的认为这个瘟疫是魔法造成的吗？非常有可能，所以我才需要你去那里调查。我安排了一位特别人士来协助你。好的，大法师，我会全力以赴。我知道你会的，孩子，再见了。阿萨斯王子，我们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，你确定你的朋友会来吗？我很确定，珍娜通常会晚到一点。我们得帮他。队长，把剑收起来吧，他可以应付的。各位先生，请容我介绍珍娜普劳德摩尔小姐，她是奇伦托的特使，还是这片大地上最有天赋的法师之一。看来你还是很厉害。真高兴能再见到你，珍娜。你也是，阿萨斯，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王子来护送我了。是啊，好吧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情报指出，这场瘟疫是从北边地区开始的，我们应该去国王之路沿途的村庄看看。阿萨斯王子，前面的墙出事了。我去看看。听起来不错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我去看看。大人，有人把通往对岸的桥梁给毁掉了。虽然还有一条路可以通过，但是那条路现在也不安全了。听起来不错，我去看看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听起来不错。把他们都杀光！是强盗，快跑！
把东西全部抢走。救救我们！没问题，听起来不错。哦，太感谢你了，我有东西想给你。当然可以。大人，附近有一个古代的神殿，传说中里面的泉水可以恢复生命，治疗严重的伤势。那应该会派上用场。为了荣耀，听起来不错。没问题，听起来不错。没问题，为了荣耀。举起盾牌，准备应战。他们的箭射不穿盾牌的。骷髅兵，快点杀光他们！宗室，这些是什么怪物？大人，他们是不死族，整个村子都沦陷了。我们尽力保护村民了，但是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当然可以。为了荣耀，当然可以。这一定是那个老人提到的神殿，只要喝下圣光祝福过的泉水，就能恢复所有的伤势。我的荣幸，全力以赴。谷仓附近的土地好像都在凋零，难道这些谷物遭到污染了？希望没有。这些箱子上面都有安多哈尔的封条，那里是北方城镇的分配中心。如果这些谷物会散布瘟疫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受到感染。我们的部队受到攻击。你们好，我们是奎尔萨拉斯的牧师，我们是来帮忙治疗这里受到的诅咒。精灵还是这么乐于助人，感谢你们。有件事你该知道，村庄的另一头有个谷仓，那里应该也会出现这些邪恶的浮屠。我们会去调查看看。没问题，马上去办。如你所愿，我为你效劳。没问题，马上去办。你们到底在对什么开火？我们在对那些该死的骷髅开火，殿下。这着火的村庄里到处都是骷髅兵。啊，我需要你们帮忙，我们得毁掉城里的一座谷仓。准备开战吧。我为你效劳。马上去办。没问题，如你所愿。各位弟兄，我们暴露行踪了，快点逃走，并且继续行动。抱歉，我还有任务在身，没时间聊天。这个怪物好像是用几具尸体缝合组成的，先杀了他再来研究好吗？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毁掉那个谷仓，
快点！那是什么？那个穿着黑袍的巫师又是谁？我猜那个黑袍的家伙是个死灵法师，他们那群人就是这场瘟疫的幕后黑手。嗯，我们一定能在安多哈尔找到他，还有我们要的答案。嘿，那些是和死灵法师同伙的奇怪教徒，他们要对那个金矿做什么？我们不需要等到水落石出。攻击！该死的入侵者，绝不能让他们妨碍主人的计划。我们先在这里建立基地，教徒在这一带活动，我不想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贸然前进。我完全同意。完工了。正义必得伸张。又见面了，小伙子，我是科尔苏加德，我是来警告你们的，你们最好别插手，不然好奇心会害死你们自己。你是瘟疫的幕后主使吗，死灵法师？这是你们教派干的吗？对，我命令诅咒神教的信徒分发这些受感染的谷物，但我可不是唯一的主使者。什么意思？我侍奉金巨领主马尔加尼斯，他命令天谴军团净化这块土地，打算建造一个永恒的黑暗天堂。天谴军团到底要净化什么？那当然是除掉所有生命，计划已经在进行了。如果你还不相信，就到斯坦索姆去找他吧。为了荣耀，当然可以。歹毒的恶棍，没问题，谷仓都空了，货物已经全部运出去了，我们太迟了。天真的蠢货，从大局来说，我的死没有多少影响。现在，天谴军团要开始肆虐这块土地了。终于到壁炉谷了。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。看来他们正在准备作战。阿萨斯王子，昨天夜里一群不死族军队突然出现，四处攻击村民，他们现在往这里来了。该死，我留在这边保护村庄。珍娜，你赶快去通知乌瑟大人发生了什么事。可是快走吧，珍娜，我们一秒都不能浪费。等一下，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只是从安多哈尔送来的谷物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大人，谷物已经全都派发给民众了。哦，糟了，这场瘟疫不只是杀害我的人民，还打算把他们转化成不死族。大家小心。听起来不错，圣宫，给我力量！为了罗德龙，为了国王！乌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还不到庆祝的时候，孩子，这场仗还没打完呢。我很讶异你居然能撑这么久，孩子，要是我没有及时赶到的话。我尽力了，如果我能带领一群骑士，我早就可以。
现在可不是好大喜功的时候，眼前的难题才刚开始。我们每多一个战士，战死沙场，不死族军团就会多一份力量。那我们就直接拿下他们的首领，有必要的话，我自己去斯坦索姆杀了马尔加尼斯。放轻松点，孩子，光靠你一个人没办法杀死能号令死亡大军的敌人。乌瑟，你来不来都可以，但不管你来不来，我都非去不可。你好，年轻的王子，我们得谈谈。我现在没空。听我说，孩子，这块土地没救了，黑暗已经降临，你们没办法阻止了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拯救人民，就带他们过海，往西边去。你是要我逃难吗？这里是我的家园，保护人民就是我唯一的目标。看来你已经做出选择了。记住，你越想杀死敌人，就会有越多的人民落入他们的魔掌当中。很抱歉，我刚刚躲了起来，阿萨斯。我只是想……别说了。阿萨斯，我感受到他有股强大的力量，也许他是对的，也许他真的能预知未来。不管他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家园，真的。我才不在乎那个疯子能不能看到未来。我们走吧。很高兴你能过来，乌瑟。注意你讲话的态度，小伙子，即使你贵为王子，但我仍然是你的圣骑士导师。这我当然记得。听着，乌瑟，关于瘟疫，有些事你应该要知道。这些居民都被感染了，现在他们看起来没事，但他们很快就会变成不死怪物。我们得清除这整座城市。什么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？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。给我听好，乌瑟，我是你未来的国王，我命令你清除这座城市。你还不是我的国王，小伙子，就算你是，我也不会服从那样的命令。那我只能认定你要叛国了。叛国？你疯了吗，阿萨斯？是吗？乌瑟大人，我在此以王储的权力立刻解除你的指挥权，从现在开始暂停你的圣骑士职务。阿萨斯，你不能这样。就这样，想拯救这块土地的人跟我来，其他的人都滚出我的视线。你刚刚越过了一条可怕的界限，阿萨斯。真的？抱歉，阿萨斯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你这样做。父亲，请原谅我，这是不得已的。我等你很久了，年轻的王子，我就是马尔加尼斯。如你所见，你的子民现在属于我了。我要一步一步地转化这座城市，让斯坦索姆的生命之火永远熄灭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马尔加尼斯。我宁可亲手杀了他们，也不会让他们成为你的奴仆。为了荣耀，当然可以。国王的军队在攻击我们，大家快逃啊！没问题，
为了荣耀。听起来不错，当然可以。为了荣耀，听起来不错。马加尼斯，我们做个了断吧，就你和我。真是勇气可嘉啊，只不过想了断可没这么容易，你的旅程才刚要开始。年轻的王子，召集你的军队到寒冷的北列境来找我，我们把新仇旧恨好好算清楚，你会在那里发现自己真正的命运。有必要的话，我会追杀你直到世界的尽头，听到了吗？直到尽头。太多人就这样死了，真不敢相信阿萨斯竟然会这么做。珍娜，珍娜·普劳德摩尔，乌瑟大人。哦，珍娜，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女孩，她去哪儿？阿萨斯带舰队去哪里了？他出发之前有先来找我，我拜托他不要去。我告诉他，这看起来像是陷阱。哪里？北列境，他要去北列境猎杀马尔加尼斯。该死的家伙，我得通知泰瑞纳斯国王。哎，女孩，你不要太自责，这场屠杀不是你的错。这片土地的死者现在看似安息，但别被骗了，你们的年轻王子在凛冽的北方能找到的只有死亡。是你，阿萨斯只是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。那或许很高尚，但他的热情却会让他走向末路。现在责任落到你身上了，年轻的法师，你必须带领你的人民往西，前往古代的大陆卡林多，只有在那里才能和黑暗一战，拯救这个世界免于毁灭。这片大地被圣光遗忘了，我们甚至看不到太阳。凛冽的寒风刺骨，冷到我们都没办法发抖了。王子殿下，你还好吗？队长，我所有的部队都还在吗？差不多，只是有几艘船在。很好，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有基本防御能力的基地，没有人知道阴影中隐藏着什么危险。啊，金矿，在这边建立基地吧。我们遭到攻击了，找掩护。搞什么？你们不是不死族，你们都是活人呢。穆拉丁，穆拉丁同区，是你吗？该死，孩子，真没想到你会是那个来救我们的人。救你们？穆拉丁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这边。哦，我也是，孩子，
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跟同伴在攻击中走散了，如果你能帮我，我会非常感谢你。穆拉丁，我当然会帮忙。我们走吧。这还差不多。要开扁了。好吧，穆拉丁，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在这个冰冷的荒原上，有一座古代的甬道之门，它可以把你带往一个隐藏的宝库，里面有一把古代的符文剑，名叫双之哀伤。我们就是来找双之哀伤的，但是我们离发现甬道之门越近，就碰上越多不死族。阿萨斯王子，我们没有找到马尔加尼斯的下落。没关系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队长，我要你在这个地方建立我们的主要基地。是的，王子殿下。我向您致歉，大师，王子有事外出了。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这个荒凉的地方？奉吴王之命，你们马上回师罗德隆。乌瑟大人已经说服国王将这批探险队调回国内。哼，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。没错，我的手下回报，往海边的道路都被不死族占据了，你们得找别条路才能回到船上。该死的不死族！各位，我们要直接穿过森林。队长，为什么没有人在岗位上？王子殿下，你父亲在乌瑟大人的请求下传唤我们的部队回国。乌瑟召回了我的部队？该死！如果我的战士离我而去，我永远都无法打倒马尔加尼斯。在部队抵达海岸之前，一定要把船给收掉。不会太过分了吗，孩子？把它烧到只剩骨架，在任务完成之前，谁都不准回去。我们动手吧！阿萨斯王子。战士们，动作快！这些凶残的怪物烧了我们的船，让我们没办法踏上回家的路。以罗德隆之名，把他们全部杀光！该死的怪物！杀光他们！我们的船没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所有人听好，除了胜利之外，我们没有第二条回家的路。在这块大地上面，我们不是一块活下来，就是死在一起。现在，我们回基地去，守好你的岗位。你欺骗了自己的手下，还背叛那些替你作战的佣兵，阿萨斯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难道对你来说复仇才是一切？原谅我，穆拉丁，你没有亲眼目睹马尔加尼斯对我家园的所作所为。黑暗领主说你会来，这就是你的旅程终点，孩子。你会受困在冰冷的世界顶点，只剩死亡歌颂着你走向毁灭的一生。情势不妙，我们被完全包围了。我们还有一线希望，帮我取得双之哀伤。如果那把剑真有那么强大，我们也许能扭转战局。我有很不好的预感，但我保证会奉陪到底。队长，我把防御的工作交给你，我们走。
我们的城镇受到攻击。这一切还来得及之前回头吧。你是想保护这把剑，对吧？不，我想保护的是你。看呐、啊，穆拉丁，我们的救星，双之哀伤。孩子，等一下，台座上面刻了一段文字，这是个警告，上面写着：“凡持此剑者，得永恒之力。此剑必食魂，亦如削血肉。”啊，我早该知道，这把剑有诅咒。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。如果能拯救家园，就算被诅咒，我也接受。哦，算了吧，阿萨斯。忘掉这件事，带你的人回家吧。别提我的人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复仇，老朋友。就算是你也不行。灵魂啊，请听从我的召唤。只要你们能协助我拯救人民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愿意。萨斯王子，穆拉丁去哪了？我们快撑不下去了。穆拉丁死了，但是别担心，队长，敌人不可能抵挡得了双之哀伤的威力。当然可以，听起来不错。没问题，为了荣耀。你牺牲了同伴的生命，拿起双之哀伤，就和黑暗领主所预料的一样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。马尔加尼斯，不要白费口舌了，我现在只会聆听双之哀伤的声音。你听到的是黑暗领主的声音，他透过你手上的剑向你低语。年轻的人类啊，他说了什么？死亡的黑暗领主向你说了什么？他告诉我，现在就是我复仇的时候了。什么？他根本不可能会这样说。结束了，我累了。Thank you.
哦，孩子，我要你注意，你不用再为人民牺牲，也不用再承担王冠的重任。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孩子，你要做什么？要继承你啊，父王。这个王国就要灭亡，新的秩序会从灰烬崛起，撼动世界的根基。